我希望阿伯，你的健康就是不能太过超过啊！不可以，你现在算是在跟我呛声是吧？我现在这时叫集中下来，我爱伊在你这个某，还有我这个老爸中间，两个人敢来选一个？我看伊是不是照你所讲的，伊甘愿要挃你，不爱挃我这个老爸？你莫叫是讲在我的面头前讲一挂好听话，就应改变我对你的反感。就算讲你毋捌听过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这句话，你嘛应该听过“牛扛到北京也是牛”这句话啦。所以我也是认为讲，你会常常去得势势大人，安尼无大无小。这上主要原因，除了你家己本身的个性以外，一定是你的家教出问题。阿伯，虽然我袂当认同你的看法，虽然讲我应该爱徛出替家己父母辩解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我若是辩解落去，只会甲你起冲突尔。所以你要安怎批评我的父母袂要紧，我知影我家己的父母是毋是有尽着做父母的责任就好。文嘉怡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嘛知影讲你到最后一定会向我妥协，甚至是巴结、讨好，因为你真无简单，才能有这个机会，能嫁予志忠，嫁入豪门。哼，我都唔相信讲你到最后会因为你家己原本的个性，反倒转来去破坏你早就已经设计好的计划。设计好的计划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彭佳怡，你敢讲你自头到尾，你无利用你这间八道，想要嫁入来阮黄家？你敢讲你自头到尾，无孝想要做好家人的少奶奶是无？阿伯，虽然你要安怎想，我无想要阁辩解。晚安，彭佳怡。我甲你讲，虽然你真有手腕。你真会用手段，你去甲卡匠、甲美华拢巴结甲好好，伊拢叫你骗去。也毋过我黄平春今日头脑阁真清楚，而且我阁是这间厝的一家之主。之前你已经得罪我真侪摆，害我伫咧正人的面头前，因为你面子拢来下了了。也毋过你从来都毋捌有过一摆，因为知影你家己做唔到来向我回信的，对无？阿伯。虽然我也是认为我家己这一日的话，无一概是讲唔对，啊，不过你若真正认为讲我需要甲你回信的，好，我顺你的意，做好你。阿伯，是的，请你提出一点的诚意，好不好？伯，我这双鞋底是花甲真有诚意的。你咧骗啥？你若真正有诚意，你即马就甲跪喺涂骹才阁讲。阿伯，自我落来一直对你好声好嘞，啊，不过你若亲像也是唔肯帮我煞。也是一直要刁难我，对无？又在你安怎讲？彭佳怡，算讲我是超故意要刁难你，我要修理你，你嘛无话用讲，因为今日这所有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会用的啊，你即马若是心肝内不好，你什么事拢会用卖做，你赶快会用之前迄种态度来对待我。哼，也毋过我甲志忠是亲爸仔囝，
我都唔相信讲到最后，你会去为着你这个查某放弃我这老爸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逼志忠，伫喺我甲你的中间，选择一个是无？无唔对。王嘉怡，我会记当初时，李伟下岗起来台北的时阵，你一直甲我的后生低调调，唔肯放手。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我开一张600万的支票给你，也毋过你唔肯收，而且你搁当我的面，把迄张支票拆掉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是讲，你是一个真有个性、真有原则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后来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你方嘉怡的心机这么阴险。我的支票拆掉以后，原来就是要争取志忠这张登机门票掉了。你乱讲！阿伯，你若真正袂当接受我，那你袂要紧，我即马就去你家志忠来，大家甲话讲个清楚。伊若是因为你愿意放弃我，那你我绝对袂为难伊，我家己偏也无会家己走。不可以！你若想要走，你即马就应家己先走，无需要叫志忠倒来。志忠一向拢真友好，某若是无去，还阁娶，也毋过老爸只有一个。你讲，伊敢有可能为着你来误解我？那安尼就真歹讲啊。因为志忠是一个帮你不帮亲的人，佮加上最近伊对你是愈来愈不满，相信你是翘翘的人，应该感觉会猜到无？不讲伊，你莫笑想讲要使人，我佮志忠两爸仔仔感情，志忠伊无可能会对我有意见的。阿伯，你不管出来底来反对，不过阿母这个某，还佮有志忠、志贤这对兄妹的感受，硬要甲恁阿那这个狐狸精甲带入门，敢那是这点，志忠就会甲你避免。佮加上你无喜欢我，嘛毋是今日才发生的代志，哪会想做我甲志忠要订婚啊？你唔提出反对，到时候我甲你的心思讲破。我有甚物心思？你做你讲爸爸叫你讲啊！那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因为你知影提出反对是无效的，因为你知影厝内底人除了你阿奶以外，无人会站出来跟你来反对我的。因为你知影你家己其实不仅为了不尊，让大家失去对你的尊重，所以你唔敢直接提出反对。啊，不过你心肝内又阁真唔甘，所以你伫咧找机会为难我，甚至是修理我。希望我会用有一天，家己忍受袂住，离开，唔敢离开这张对无？不可以！你即马是咧胡白人讲啥？我是不是胡白人讲？你家己心内知怎啦？你嘛无需要常常用介绍单秀仪这只来对付我。阿伯，我已经咧勉强家己尽量做，尽量做，让你欢喜，做，让你轻松。啊，不过伊嘛，我感觉你对我的心电真深，所来我不管怎创，嘛是无采讲的。我嘛唔惊老实甲你讲。你若是想讲要超过用针对我这招来修理我，嘛同款是无采讲的。所以我希望阿伯，你的健康就伤唔通伤过超过啊！不可以，你这马算是在跟我呛声是哇？好，我这马就是叫志忠倒来，我爱伊爹你这个某，也搁我这个老爸中间。两个人干呐选一个，我看伊是不是照你所讲的，伊甘愿要挃你，歹挃我这个老爸。